国内的燃油车价格体系正在被改写， B 级车来到了15万以下定价的时候，兄弟们，11万优惠的大众途昂算是正常了。等途昂再次改款的时候，估计价格会往下下调，你包括即将要上市的新款 B9 迈腾，它也要定价低于现在的售价。你包括兄弟们，现在你能买到大众探岳包牌的15万多，甚至于一些个二线豪华品牌沃尔沃 XC60 S90 优惠13万，优惠15万，这也算正常了。即将要改款上市或者迭代更新的这个车型，等推出新款的时候绝对会重新定价。你再包括凯迪拉克 CT4 CT5， 现在你看是优惠7-8万块钱，估计也会调价的。国内大部分燃油车现在已经被新势力和新能源打压的抬不起头来了，但是宝贝们没发现吗？新能源车现在便宜吗？10多万块钱你竟然买不到800伏平台的纯电车，也买不到带智能驾驶的插混和增程，这算正常吗？这不正常。新能源车的成本越来越低，但是它电池单独更换的价格还是依然那么贵。为什么很多保险公司不想给新上市的新能源车承保上车损？车企跟保险公司其实它俩是矛盾的，这其中你们看到了什么？宝贝们，六月份之前新能源车千万别干，但是一些个燃油车价格合理、优惠大或者定价合理的，咱该下手就下手，不要追涨杀跌。今年是燃油车的盛宴，点赞关注，我不会让你白点，实时更新新车二手车行情，让你满满登登越来越好。有条件买车的宝贝儿，去懂车帝查看实时降价信息。买完车的你就别看了，2024年买车别买贵了。